la casa. Sí. Thank you.
世界知名嘅三大婆羅之旅啊！我係你哋嘅團長啊，我叫 Marco 啊 ，Hello 你好啊！提醒翻大家先啊，這個咧係一個水上遊樂設施嚟嘅，你哋有機會會頂執身嘅喎，咁你要坐穩坐好啊，千祈唔好企起身，全程你嘅手手腳腳電子產品擺喺船入邊啊，千祈唔好擺喺船出邊啊，就照顧好小朋友啊。右手邊呢度喎，右手邊呢個咁高嘅咧，就係泰山樹屋嚟嘅，森林之王泰山嘅屋企啊！但係咧，佢今日先再去探險啊，仲未翻嚟森林嗰度。等遲啲咧，有機會再過去探泰山啊！千祈，我明明計游水過去喎，游過去嘅話咧，可能佢都去到咬你㗎啦。好啦，冇話定前面先咯喎，前面嗰度咧就係森林嘅入口啦。見到只媽媽只 B B 咧。好，冇望定前面先咯。好啦，前面嗰度見唔見到？前面嗰只象媽媽咧，教咗只象 B B 啊，點樣用象鼻嚟噴水啊？學咁噴水唔使驚啊，唔會噴你住嘅，放心啊。前面呢度難講啲噶，嗱，真係會噴嘢，好曳嘅，佢哋好中意噴人噶。右手邊呢個大象哥哥啊，好中意沖涼噶，每日會沖三次，每次八個鐘啊，沖個臭皮都唔得，見唔到媽媽皮啊！好小氣噶，噴我。前面啦，最尾嘅啦，象媽媽最中意就係咩啊？對住我哋嚟噴啦！哎呀，好啦，下面嘅朋友咧，小心啲咯喎，會噴第二次嘅喎，係啊，你哋啊，準備好啦，一、二、三啊，走咯，講下先，拜拜，拜拜，你要噴邊度啊？咁樣咁當，好啦，有多咁近，我望左手邊嗰度見唔見到啊？你的大蜘蛛在這裡喔、啊、這些蜘蛛最喜歡就是小朋友的了，好危險的，你看看那裡幾隻的蜘蛛好恐怖，會咬我的，好害怕的。你前面這個位置就是大象神，它是一隻守護神眼鏡蛇來的，這些眼鏡蛇是最毒的蛇，不過不用擔心，它們今天趕著要窗門口保領到眼鏡出街，不會咬你們的，放心啊。話說回來來到森林的深處，前面有什麼？有問這是什麼？好多鱷鰻等緊你哋，你見到啲鱷鰻擘大個口啊！佢哋好肚餓啊，仲未食晏晝飯，我都咕咕聲嗰只啊！記得喺度，千祈唔好翻出去船出面啊，因為就會放上嚟咬你一啖噶。而左手邊呢個位啦，就係放假頭嘅營地嚟嘅，不過好唔好彩啊！佢哋咁樣喺度搞亂咗，哎呀，我係個大嘅神醫好犀利啊，要爆炸添啊！未到大草原，冇嘢多，草最多嘅一种斑马，全喺度等紧你哋喎。你哋咧知唔知斑马点分男仔女仔噶？啊，定晒教你哋啦。左边只见唔见到？左边呢只黑底白格系男仔嚟嘅，隔篱嗰只白底黑格系女仔嚟嘅。啊，系咪好神奇咧？而左手边呢个世界上面第二凶猛嘅动物非洲大笨象，第一凶猛喺边啊？隔篱佢朋友嚟嘅，留意下佢咧，放心唔会咬人嘅。前面呢個咧就有河馬刺啊，六千磅啊，撞成個都會撞爛我架船噶，又唔中意擦，又唔中意睇見啊，個口好臭好臭，我聞見臭覺得好臭。喺左邊嗰度，好大個口，好臭噶。你前面嗰個探險家就好慘啦，俾啲河馬臭親啦，我哋就救唔翻佢哋噶啦，祝佢哋好運啦，拜拜。你前面哇咁多骷髏骨頭嘅，小心啲啊，係獵頭族嘅營地啊！我哋要安静啲咁样过去啊，冇俾人发现到我哋啊！救命！到終點啊！其實咁多嘅。
你嘅左方邊先係象 B B 啊！拜拜，好啦，拜拜啦，拜拜。坐好啊，手翻波放線入面，唔好撞爛我碼頭啊！你有翻中間後面兩個窗口嘅嘢，全部都係窗嚟嘅。琴窗窗會變成大丁丁嘅，將你翻得龍鼻腔要佢啦。咁啊，大家玩得開心啊，開心嘅我 Marco 就可以唔同你一搏，你再流轉啦。最後幾分鐘嘅時間都快架船先，最後最後啦，最後啦，五啊四啊三啊二啊一，決定好啦，去離開我啦吧。再見，再見，再也不見，一齊過物品中間後面兩個窗口離開啊！